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请大家翻开经本。 第九页，啊，第九页，我们从第四行啊第二句看起，又以无量无数大生闻声，皆行阿罗汉实地，摩诃迦氏而为上首，啊，我们。 上一集呀、啊，跟大家学习到这一段啊。那么这一段呢，是在通序当中，众成就啊，就是与会啊听众声闻众的代表。 前面呢，是以菩萨众举出代表啊，那么这一段呢是声闻众的代表。那么一般经典呢啊，像我们看《无量寿经》。 那么这是啊，声闻众呢摆在第一个啊，这个大声闻声啊这声众啊摆在第一个。那么菩萨众呢摆在第二位。那么本经啊属于密教经典啊，是把这个菩萨众啊摆在。 前面，啊，声闻身呢摆在第二位。那么这一段，啊，举出又以无量无数大声闻身，这个声闻身啊，加一个大，表示的呢，这些声闻身，啊，这个不是啊。 小圣的不是修小圣的啊，他是修大圣就如同我们现在呢，啊，有一些国家呢，他们是修小圣佛法的国家啊，比如泰国、斯里兰卡啊这些国家呢，他们修的是小圣佛教。 一般呢、啊，又称为原始佛教，啊，就修小圣的，啊，那么身众啊，就是出家众，啊，出家众呢，现在这个身相啊，属于身文相，啊，那么声闻相呢，有大声文，有小声文。啊，大声文呢，就是他修大圣的，像中国、日本、韩国。 那么这些地区呢，属于北传佛教，啊，修大乘佛法；那么南传的佛教呢，修小乘佛法。那么本经呢，是大乘经典，啊，因此呢，参与这个法会的僧众呢，那必定呢，他也是学习啊。 大乘的声闻啊，如果他不花心学习大乘呢，他不来了啊。像现在呢，我们去给这些修小圣的、修原始佛教的这些出家众啊，你请他来学习大乘经典呢、啊，他不接受。那请你请他来听经呢，他也不会来。他认为呢，大乘非佛说啊，他不承认呢、啊。 大乘经典是佛讲的，他只承认小乘经典才是释迦牟尼佛讲的啊！这一点呢、啊，啊，我们在此地呢，啊，也必须要有个了解啊啊！了解我们当前呢、啊，那么在这个世界呢，啊，这个佛教呢，啊，也有这个两方面啊不同的地方。 那么这些大圣文身啊，就修学大圣佛法的生文身，啊，不是凡夫，啊，修行还没有正果啊，啊，那么这个是凡夫生。那么此地呢，所举出的代表呢，是圣贤生了，啊，圣贤生。 这个不但正果，而且呢，皆行阿罗汉十地。这个阿罗汉呢，也是印度话啊。这个阿罗汉呢，翻成中文的意思叫无学啊，有无的无，学习的学啊。无学呢，就是我们用现在话来讲啊，就是说。 他学习到这个阶段了、啊，他已经毕业了，啊，他毕业了，啊，他的学业呢，道业呢，他已经成就了，毕业了、啊，那称为无学，啊，这是阿罗汉的意思，啊，那么实地，啊，这个。 大乘佛法呢？啊，从《华严经》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啊，从实性、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啊、它他已经到第五十个位置了。那么根据《华严经》。 啊，包括天台宗的啊《妙法莲华经》啊，这个祖师大德呢判教，那么把这个菩萨修行的位次啊列出来，都是一样的。啊，这是以言教啊，以言教这个来讲啊，从言教出信位啊到言教实地位。 这个当中啊，五十个阶级，那么实地再上去呢，就是等觉了。啊，那么等觉就是前面呐、啊、讲的这些大菩萨啊，都是等觉菩萨，啊，他们已经从实地呢再提升一级啊，到等觉了。 那等觉再提升，就是妙觉啊！妙觉就成佛了，妙、啊、觉就是圆满的佛果啊，已经成佛了啊！这是妙觉位。那么从这个实性位开始到妙觉位呢，一共有五十二个位次啊，就好像我们在学校念书啊，啊，它分为五十二个年级。 五十二个年级，那么这些大生文生呢，都是实地啊，这个研教实地位的大菩萨啊，大生文啊，他已经念到啊五十年级了啊，第五十个年级啊，所以这个。 是地上菩萨了，啊，而且这个是登地的菩萨呢，到最高的位次了，啊，仅次于等觉菩萨。那么从这个位次来讲啊，那么这个十地菩萨跟等觉菩萨呢，就差一级。那从这个地方啊，我们也知道呢。 啊、哦，为什么把等觉菩萨摆在前面？啊，也是根据这个修行位次啊,啊，那么它来排列的，啊，那么这个说法呢也讲得通，啊，这个也讲得通。那么我们看《无量寿经》呢，把生文众排在前面呢，啊，因为生文代表生宝，啊，就是佛法生呐、啊，生宝啊，把它摆在前面。 那个是代表啊，这个佛法生啊。那么本经呢，啊，从这个排列呢顺序呢啊，就是这个修行啊位次的前后顺序啊，这样来排列啊。从这个经文上啊，我们也大概可以从这个地方啊来了解啊，知道呢这个排列的顺序。 那么大声闻声，这里只有举出一位摩诃迦氏而为上首啊，只有举出一位做代表。那么其他呢是省略、啊、因为这个人数太多了。那么举出的代表呢啊，是以摩诃迦氏啊，那么他这个为上首的。 那么从这个地方，啊，我们知道啊，摩诃迦摄他是释迦牟尼佛十大弟子之一，释迦牟尼佛的十大弟子。那么在十大弟子当中呢，他是苦行第一的，啊，就是修苦行呢，那迦摄尊者他是第一位了。那么十大弟子呢？ 其他九位大弟子呢，各有他的特色啊，他的专长。那么摩诃迦摄呢，他是代表苦行的，啊、代表修苦行。那么有关迦摄尊者的公案啊，在他的传记呢，也。 非常生动啊！大家如果想要进一步了解呢，啊，我们可以找这些《高僧传》啊，那么《佛十大弟子传》啊，这个在大藏经啊，现在也有单行本流通啊，我们可以啊去请来看啊，那么对他一生的一些事迹啊，就有一个。 认识跟了解，这是摩诃迦舍啊。那么迦舍尊者呢，他又代表禅宗初祖啊，教外别传啊，代表禅宗。那么他在释迦牟尼佛的会上啊，拈花微笑啊，佛就把这个教外别传的心法传给他了。 啊，这个在经典里面呢、啊、有记载。啊，佛呢手上呢啊拿一朵小花，花呢拈起来，没有讲话。啊，那么在场的大众呢，大家不知道什么意思，只有迦叶尊者他懂了，他明白了，啊，所以他就露出微笑的笑容。 佛就知道呢，啊，他这个心法呢，他明白了，所以就把这个禅宗啊，教外别传这个心法呢，就传给迦舍了。后来这个佛陀灭度之后呢，迦舍尊者再把这个心法传给阿兰，那么阿兰再传下去，啊，传到达摩祖师是第二十八祖，那达摩祖师。 再把这个教外别传呢、啊，禅宗的心法传到中国来，那么在中国呢，成为中国禅宗的初祖。啊，那么禅宗初祖呢，就是达摩。啊，那么二祖、三祖、四祖、五祖、六祖都是中国人，啊，达摩是印度人。那么这个法传到六祖呢？ 就传法不传一了，啊，他那个衣钵呢，从释迦牟尼佛那么一直传传到六祖那里呢就为止了，啊，六祖以后呢就传法不传一了，一波不再传了，啊，为什么不再传呢？因为大家呢不重视那个学习禅宗的心法，只是大家要抢那个衣钵，那衣钵只有一副，啊，那个抢到那个衣钵就是祖师大德他的名文力量就来了。 啊，就受到了大众的恭敬供养了，那法就变质了。啊，他自己本身没有明心见性啊，后呢那个衣钵呢，他没有办法再去传禅宗。啊，所以到六子呢，那个时候呢，有这些弊端出现，所以到六子那里啊，六祖就不再传衣了，啊，不再传衣，只有传法。所以在六祖会下呢，开悟的有四十三个。 啊，在禅宗里面呢，我们看开悟的四十三位，那六祖以前都是单传的，啊，一代传一代呢，只有都是一个，啊，只有一个开悟的，啊，那么六祖会下呢，成就的人数最多，啊，四十三位，那么也就是说，在他的会下呢，成就四十三尊佛了，啊，那这个。 成绩啊，非常的辉煌。那么这，这是哦，声文重啊，我们就简单介绍到此地啊。下面呢，就是天众了啊，又以无量梵魔罗天善诈梵魔而为上首。 这一段呢是讲天众，啊天众，那么天众下面呢还有异界天啊，这里是讲色界天，啊这个梵摩罗天呢，我们简单讲叫梵天，啊就是色界初禅天以上的，啊这个这个叫梵天，啊我们知道呢。 这个色界有十八层天啊，有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啊，这个是在三界里面的。那么色界天人呢，他有这个形象，有这个身体他们也是化身的啊，他们这个都是依靠禅定啊，有禅定功夫的。他这个禅定功夫是世间禅定。 我们一般讲啊，四禅八定。那么这里啊，我们好像没有看到无色界天啊，这个经义里面呢、啊，也包含在里面了啊。但是为什么只有举出这个色界天呢？我们看到很多经典都是举出色界天。 啊、有时候呢，没有看到几出，飞想飞飞想天呐、啊，啊，这个四空天的天人啊，因为四空天天人呢，他只有精神，没有这个身体，没有居住的宫殿，这些物质他都没有，只有精神。啊，因此有时候我们看到佛经有一些地方啊，就没有把这个四空天天人，呃，列出来。 啊，那么没有列出来呢，啊，也都涵盖在里面，啊，有列出来是特别呢，也把它列进去，啊，像《地藏经》呢，它就有列进去了，啊，那么这个是啊，举一个色界啊，也包括无色界了，啊，虽然没有列出无色界呢，但是这里也包括无色界。 那么无量幻魔罗天，啊，无量幻魔罗天，啊，就这个世界初禅以上的这些天人呐、啊，天众啊，来参加这个法会的也是无量无边的。那么举出善诈幻魔而为上首、啊，这个幻诈善诈幻魔啊。 在佛学大辞典呢、啊，也找不出这个资料，啊，那么这个呢没有翻译，啊，没有翻译，没有翻译中文啊。那么我们知道呢，他是世界天啊，梵天的代表啊，这样就可以了。那么以他来做一个上手。 又以无量意界诸天子聚，七婆伽天子而为上首。那么这一段是讲异界天呐、啊。啊。我们前面这一段经文是色界天啊，包括无色界天啊。这个三界里面呢、啊，那么这一段是讲异界。 那么异界呢有六层天，啊色界有十八层天，无色界有四层天，啊那异界有六层。那么这个异界诸天子聚，啊这是举出第六天，他化之在天天主来做一个代表。啊在异界里面呢，从这个四王天。 啊，第二层高利天，第三层夜魔天，第四层斗率陀天，第五层化乐天，第六层他化自在天。啊，那么六层天呢、啊？这个欲界有六层天啊，以第六天主做代表。那么这位代表呢，是屈婆羯天子。啊，这个屈婆羯呢，在佛学大词典呢、啊、也没有翻译。 那么我们在这里呢，知道呢，啊，他是第六天的一个代表，啊，他作为一个上首，啊，代表这个异界的天人，又以无量护世四王具，提头赖诈而为上首。 啊，这个又以无量复士四王具啊。那么这段经文呢，是我们一般讲啊，四大天王了啊,啊。那么四大天王呢，就是我们欲界第一层天呐、啊，四王天。那么四王天呢，它是举出东方持国天王来做代表。 啊、这个提头赖诈啊，翻译中文的意思就是东方持国天王。我们一般呢、啊，在台湾的寺院呢、啊，啊，有的比照啊，以前这个古代啊，丛林的建筑啊，一进这个山门呢、啊，第一个就是天王殿，啊，当中是弥勒菩萨。 弥勒菩萨后面呢是韦陀菩萨，那两边就是四大天王了啊。一般呢、啊，中国传统的这个寺院呢、啊，建筑啊，啊，进这个山门第一个就是天王殿啊。那么无量复世四王啊，那么这个四大天王呢，他来护持这个世间的佛法。 护持修行的人，护持正法，啊，我们现在讲啊护法，啊，这个护法非常重要，啊，这个护法呢不能缺少的，啊，所以在我们佛法里面呢，弘法的人没有护法的人来护持啊，这个弘法呢。 也没有办法去弘法啊，所以弘法跟护法呢，它是一体的啊。有弘法的人，也要人护法啊；有护法，也要有人弘法啊。这个弘护两方面呢，它是相关的啊，而且这个做护法的人呢， 也要懂得佛法，他才知道怎么去护法啊！如果对佛法都不了解、不认识，他也不知道去护持啊！所以护法的人呢、啊，必定也是内行的人，真正懂佛法的人。过去我们敬老和尚也常讲，最好的护法就是弘法的人退下来啊，去做护法是最理想的。 因为他内行嘛，他知道怎么护持嘛。啊，如果是外行的来护法呢，他就不知道怎么护了，啊，护到最后呢，他就不护了，啊，或者呢护错了，在不认识佛法，把那个假佛法当作真佛法来护持，啊，现在这个社会上啊，多的是，啊，似事而非的佛法很多，那很多人呢，他也不懂，啊，他。 盲目的去附持啊，那么这个经文呢、啊，我们一定要懂它的意思啊啊，所以以无量复士世王啊，那么举出提头赖诈来作为上首啊，做一个代表、啊、就是东方持国天王，又以无量天龙夜叉。 前闼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诃罗伽，啊，人非人等聚啊。那么这一段呢，就是我们平常讲的天龙八部了，啊，这个电影啊。 好像电视连续剧啊有演过这部戏啊，《天龙八部》。那么这里讲无量天啊，这个无量天的，这个把所有的天都包括了啊，从这个第四天梵天啊，这些天人呐、啊，都涵盖在里面啊，就是天众。 从这个四王天以上的啊，那么这些天人呐、啊，也是无量无边啊，都来集会。那么下面讲龙啊，这个龙啊啊，我们一般讲啊，神龙见首不见尾啊，好像这个龙啊，我们在寺院里面呢、啊。 啊，看那个龙柱啊，啊，那个雕刻的龙啊，这个我们看过，啊，那真正的龙啊，我们是没有看过，啊，真正的龙我们没有看过。那么在传说当中啊，啊，这个龙啊，它可以星云降雨，啊，负责啊这个水的。 啊，负责这个水的。啊，我们在中国传统这个传说里面呢、啊，啊，这个龙啊讲的很多，啊，那么龙也是中国的一个象征跟代表。啊，过去有人讲啊，啊，讲这个中国人啊，是龙的传人。 以龙啊做一个代表，那以前那个皇帝呢？啊，像清朝的时候啊啊，在以前呢、啊、都是一样啊，皇帝啊穿那个龙袍啊，穿龙袍啊，以龙来代表啊一个统领大众的一个象征啊，所以以前的皇帝称为真龙天子。 那么、啊，可见得在中国人这种心目当中啊，对龙啊，它是至高无上的尊重了，啊，对龙啊非常尊重。所以寺庙啊，我们看很多都雕这个雕刻这个龙，啊，那么彩画的啦，啊，那个刺绣的啦。 啊，甚至这个这个这个民间那个寺庙啊，拜拜啦，啊，这个这个迎神啦，啊，耍龙舞狮啦，啊，这个龙都，啊，是一定有的，啊，一定有的，啊，这个是龙。那么在佛经上讲了，对这个龙，在经典上讲的就很详细了。 啊，我们在民间听到的都是都是很神奇的哈、啊，神龙见首不见尾，你也没有看过龙长的什么样子。那现在画出来这个龙是不是真的就龙呢？就是那个样子，也没有人知道。啊，反正就是这样画出来啊,啊，大家呢都看到这个啊，那就以这个为龙了啊，是不是那个画家自己想象去把它画出来的？我们也不得而知。 啊，还是有人真正看到那个样子啊，他去把它描画出来的，啊，这个就不得而知了，啊，因为我们没有看过。那么龙它是水族的一个首领，啊，水族的首领。 这个龙得小水啊，以降大雨。如果真正的龙呢，你给它一滴水，啊、哦，它就可以下很多很多雨，啊，降下来了。啊，所以过去这个遇到旱灾啊，没有水的时候呢，那么在古代呢，祈雨啊，那一定要去用那个泥巴呢，去去去捏一条龙。 然后呢，向那个龙啊来求啊，就请他呢降一点雨下来，不然他们大家都没水喝了。嗯、那么在经典上啊，有一部经叫《海龙王经》，啊，就是释迦牟尼佛呢特别介绍这个海龙王的一部经典，啊，这个在《大藏经》里面有,有《海龙王经》。 那么现在呢？我们敬老和尚提倡的《佛说十三业道经》，这部经就是在龙宫讲的，啊，针对龙王讲的，啊，可见得这个龙啊，这佛经上讲的是最详细的，啊，他的生活状况、他的寿命、他的福报，啊，还有龙的种类很多。 啊，那么龙呢？有的福报很大，当龙王啦、啊，啊，那有的龙报比较次一等的，啊，有的更次一等的。那还有那个罪龙啊，它受罪的龙也有啊，啊，不是不是听到龙就是最好的啊，你看什么龙啊？啊，看什么龙？啊，所以它的种类啊，层次也很多。 啊，有的龙呢，它是这，就在那边受罪的，是罪龙啊，啊，有罪的龙啊，啊，要接受处罚的啊，啊，那个也是龙啊，所以每一个族类呢，它都有它不同的层次，不同的福报啊，这个就是福报有大有小啊，没有福报呢，就受罪啦。 啊，这个罪又比较重的，比较轻的、啊，这个也差别很多。啊，就像鬼道一样啊，鬼道也有鬼王啊，哦，那个福报不不比人间差，但是他是在鬼道当王啊，大鬼王。你看《地藏经讲》讲大鬼王、小鬼王啊，还有在受罪的鬼啊，恶鬼、厌口鬼啊，那那就很苦了。 那我们再看看人间是不是这样，也是这样啊。人间有的人在做国王啊，做皇帝、做总统啊，啊，有的做乞丐啊，啊，像非洲那个那个那个黑人啊，都没得吃了啊。那他也是人呐、啊，啊，一样是人呐、啊，但是福报不一样啊。那么龙也是这样的啊。那么这里讲这个龙呢，当然是举出那个龙王啊。 啊，湖豹大的来做代表，啊，代表所有的龙族、水族类的都涵盖在里面。啊，在大海里面啊，所有的水族类都归龙管，所以它叫龙王。啊，那么这个。 龙呢？它是水族手。啊，这个幻语啊，就是印度话讲“诺切”啊。这个这个龙啊，印度话叫“诺切”，啊，那换成中文的意思是长生无足，身很长，啊，没有脚啊。那么下面讲这个夜叉。 我们刚才讲的龙啊啊，它是拔南陀啊，它有个名称叫拔南陀，这个在《五界相经》经料里面呢、啊、就有讲到啊，这个名称。那我们再看这个夜叉啊，这个夜叉呢也是印度话啊，换成中文的名称叫能淡鬼，能淡呢、啊、就是。 这就吃人的鬼了，他能能吃人的鬼。那么这个夜叉呢，他身体很勇健，啊，他的动作呢非常的轻，非常的敏捷、快速，啊，他会吃人的，啊，啊，那个碰到夜叉呢，那就被他吃掉了，啊，啊，这是夜叉。 下面呢，钱踏婆，这个钱踏婆呢，啊，翻成中文意思是天乐神，啊，天人呐、啊，为这个天人呐、啊，在演奏音乐的神，啊，那么他不吃酒肉啊，他不吃酒肉。 所以这个钱套婆呢，他这个身体啊，他自己身体啊，会散发出香味，啊，他会散发出香味，啊，是天上的音乐神啊，每周管音乐的啊这一方面的。那么下面是阿修罗啊，这个、阿修罗欢喜成灰天。 无端正无酒啊，男丑女端啊，这个阿修罗呢，他是指天阿修罗啊，因为阿修罗呢，实在讲啊，不止天道啊，人道也有，畜生道也有，鬼道也有，只有地狱道没有。 所以在经典上呢，有时候讲六道，有时候讲五道，像《无量寿经》讲五道，啊，那么五道呢，它没有列出阿修罗这一道，啊，五道只有讲天道、人道、畜生道、鬼道、地狱道。那么讲六道呢，就有把这个阿修罗呢列为一道，成为六道。 那么讲五道呢，是阿修罗呢，他在哪一道就归哪一道了，就没有特别给他列出来啊。比如说他是天道阿修罗，那他就归天嘛，归天道；在人道阿修罗呢，归人啊；在畜生道归畜生，在恶鬼道呢归鬼道，他就没有特别列出来啊。所以讲五道啊，五道其实它涵盖还是六道。 那么讲六道啊，就是特别把阿修罗列一道那么这个阿修罗这一道呢，它只有列出天道阿修罗啊，天道阿修罗啊。所以这个阿修罗呢，它翻译中文是“灰天”啊，它像天人，但是它不是真正天啊。所以在经上讲啊。 这阿修罗呢，有天之福，没有天之德，啊，就是说他的福报呢，跟天人是一样的。天道阿修罗的福报跟天人是一样的，啊，就像我们人道的阿修罗也是一样，啊，他有人道人的福报，啊，但是没有人的道德，啊，那么阿修罗的性质呢，他是好斗斗争。 啊，喜欢跟人家打仗，喜欢跟人家打架，啊，喜欢跟人家争强好胜，啊，过去生呢、啊，在佛门里面呢，修福呢，夹杂这种争强好胜、好斗这种心态啊，来修福，啊，将来得福报了，就变成阿、啊、修罗了，啊，所以过去我们敬老和尚讲经也常讲，啊，你看到佛门来修福啊，来上香啊。 哦、他要抢第一个，哈、啊，那抢到第二个，第二个他心里就不舒服，他一定要抢先，啊，要跟人家争，啊，修福啊也要跟人家争，啊，好争好斗，啊，夹杂这个来修福，啊，当然他修福他还是有福报，他福报也很大，啊、将来呢会去当阿修罗。 啊，那么天人呢？他有道德啊，修上品十善啊，往生到天道。啊，那么阿修罗呢？天阿修罗当然他也是修上品十善啊，但是真正的天人呢，他没有。 好胜好斗这种心心态，啊，但是这个阿修罗呢，他也修十善，但是他有夹杂这个好胜好斗这种心态，做好事他还要要要,要比人家强，要比人家赢啊，啊，这个这个这样的心，就变成天阿修罗，啊，所以他有天之福，没有天之德，啊，天人的道德呢，他没有。 因为他有好胜好斗，真正的天人他不会跟人家争，也不会跟人家斗，啊，所以夹杂这一个啊，那就这个楞严经讲啊，因地不争啊，果遭迂曲啊，啊，因地修的呢不纯，有夹杂，啊，那么我们人间阿修罗呢，我们也看得到了。 那有一些做国王啦、做皇帝的啊，特别那些无道昏君的，他福报很大。他没有那个福报，他怎么去当皇帝呢？啊，包括那些黑黑社会的大头目哦，那个很有钱、有钱有势啊。啊，但是呢，他好斗，啊，喜欢跟人家打架，啊，争强好胜，他有那个福报。 啊，但是呢，没有道德，没有德行。那么有福报没有德行呢？那造起恶业来呢？那不得了了，啊，将来这个福报享尽了、啊，那个恶业恶报现前了、啊，那我就堕地狱去了，到三恶道去了。啊，那这个是很可怕的一桩事情。 啊，那么这个翻译成飞天无酒，这个阿修罗呢，他不喝酒，啊，他不喝酒。那么又换成无端正，就是他很丑陋啊，因为他这、那个这个好胜好斗那个心很强啊，所以那个相貌啊，并不是很庄严啊，无端正。但是呢，有一个特色呢，男丑女端。 这个男众的阿修罗呢，那个样子很难看，但是那个女众的阿修罗呢，那却长得很漂亮，啊，连那个第四天人都都喜欢，啊，喜欢讨这个阿修罗女啊当老婆啊，但男众的很很丑，女众很漂亮，啊，所以我们现在看到那个女众很漂亮，那个就是阿修罗女啊，那可不要上当了啊。 下面呢是迦楼罗啊，迦楼罗呢是动一种动物的名称。那么翻译中文的意思呢，叫大鹏金翅啊。我们在经典上啊，我们在这个佛门里面啊，初时啊都要念呢啊，这个这个大鹏金翅鸟啊，罗刹鬼子母啊，念这个啊，那个大鹏金翅鸟、啊。 它那个多大呢？它那个两个翅膀啊，一展开了，大概我们地球就在它那个里面一点点。你看它那个那个鸟翅膀有多大，我们看都看不到。啊，这、那个叫叫大鹏金翅鸟。那么这个旧的翻译呢，翻为大鹏金翅啊。那么新的翻译啊，叫妙翅。 这个佛经呢，有旧义有新意啊。这个旧义新意呢，从什么地方区分呢？就玄奘法师以前翻译的，都叫旧义，啊，玄奘法师以后翻译的，那这叫新意啊啊，从玄奘法师做一个界分点啊，就是旧义新意那么。 这个旧意叫大鹏金翅，新意叫妙翅啊。那么这个也是八部之一啊，大鹏金翅也是八部八部众之一，它专门去吃龙的啊，专门吃龙的。那么我们现在在初时为什么要念大鹏金翅鸟呢？这个在经典上也有公案，它是专门吃龙啊，它肚子饿了，它没办法了，那吃哦。 去吃龙啊！啊，有一天呢、啊，这个大鹏金翅鸟啊要去吃一条龙啊，那个龙呢就跑去找释迦牟尼佛了啊。释迦牟尼佛说、啊：“来，你躲在我袈裟下面，他不敢吃你了啊。”然后呢，大鹏金翅鸟就跑到佛陀面前了、啊。他说：“我肚子饿啦，啊，我不吃龙我会饿死啊。”那佛你说怎么办呢？啊，那么这个佛就给大鹏金翅鸟讲。 他说：“你从现在开始就不要再吃龙了，啊，我我交代呢，我这个出家弟子啊，每天都给你出食啊，啊，你就有的吃了，你就不需要去吃龙了，啊，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呃大鹏金翅鸟啊，听到佛陀的教导啊，这样跟他讲啊，那么他。” 就不再去吃龙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寺庙里面呢、啊，这个出家众啊，佛门弟子都要出食啊，都要念大鹏金翅鸟，啊，罗刹鬼子母，都供养这个八部鬼神了，啊,啊，所以我们出家人这个佛有交代啊，所以我们在我们出家人住的道场啊，我们天天要出食，就是这个道理了，啊，啊，这样不然呢，我们不出食，那些龙呢，都被吃光了，啊。 啊，所以这个是专门吃龙的啊，大鹏金翅鸟。好，下面呢是锦娜罗。这个锦娜罗呢，它也是音乐天。 他也是专门奏音乐的，他奏这个音乐呢，有微妙的音响。那么欢丽成人灰人是歌神，唱歌的神，他的唱歌非常非常好听。啊，是人呢、啊，而有一脚。啊，他说这个长长的那个样子呢，好像人，但是头上呢有有一个角。 啊，头上有角，啊，那么他有微妙的音响，他那个奏那个音乐呢，非常微妙的。啊，听说这个奏这个音乐啊，啊，连迦瑟尊者都想起来跳舞了。啊，那迦瑟尊者是修苦行的，修禅定的，是如如不动的。啊，啊，那个音乐呀、啊。 啊，可见得我们人间是大概找不到的啊，我们也没听过啊。那么这个男马首，你端正，这个跟阿修罗有点类似啊。那个南众的紧那罗呢，他那个头啊，就像马一样，好像马的头一样他能够唱歌。 啊，男的呢，他唱出这个美妙的歌声；那这个紧那罗女啊，女众啊，能跳舞，啊，能出跳出很微妙的舞姿，啊，啊，这是紧那罗。下面讲摩诃罗伽，啊，那么这个《和谐大辞典、啊》呐，啊，这个注解是异类。 这个摩诃罗切呢，它没有很详细的一个翻译啊，只翻译呢十分名，十分就是时间，时间的一个名称啊。那么这个十分名呢，翻译为西域西域就是很短暂的时间啊。这是一种异类啊，特别特殊的一个族类啊，这个。 这个是魔诃罗起，那么下面讲人啊，这个人就是讲我们人道了，人道啊，这个人呢是过去呢修五戒十善，感人天之果啊。根据经上讲啊，修中品十善啊，到人道来。 修上品十善呢、啊，生天道；那么修下品十善呢，生阿修罗道。啊，经上也有这样的一个区分，啊，下品十善。那么我们人道呢，算是中品。啊，如果我们没有好胜好斗的心呐、啊，那算是中品人，就是人。 啊，如果我们有好胜好斗这个心呢、啊，我们现在虽然在人道呢，那应该归在人道阿修罗这一类去了啊。我现在看到很多人喜欢争啊，喜欢跟人家比赛啦，跟人家竞争啦，那都是阿修罗的心态啊，那个就变成了、啊、人中的阿修罗了。 那么其实啊，现在呢，要讲标准的人呐、啊，啊，恐怕我们现在人都有这个资格的人非常少。啊，在我们中国，儒家、道家呢，儒家你要修《弟子规》，《弟子规》做到那是标准的一个人。啊，那《感应篇》呢，做到呢，你从人道啊，可以提升到仙道，它这个层次比人道啊。 高一阶了，道家的、啊、这个这个境界啊，比人又高一层了，啊，到仙道去了，啊，那么如果做不到《弟子规感应篇》呢，这个这个人人的资格啊，也都也都不具足了，啊，现在是人的一个样子，那其实并不具备人的资格。 啊，这是以佛经啊、圣贤的典籍呀、啊，这个标准。啊，那么下面讲灰人，灰人就是什么？不是人呐。啊，那么这个翻力呢，是天龙八部啊，夜叉恶鬼。 它翻译为“名众”，“名就是幽冥啊。我们讲幽冥界那个“冥”，幽冥界的众生、灰人，一般呢、啊、讲鬼神道啊，就是鬼神道这一类的，它不是人。那么我们刚才讲了，我们现在在人道啊，如果没有具足人的这个五戒十善啊，在儒家讲五常这个标准啊。 我们现在虽然是人的一个样子，其实,、哦、其实啊，其实是灰人呐，啊，其实这不够做人的资格呢，那就变灰人了嘛，啊，也就是说不是人呐、啊，啊，没有做人的资格，啊，人是人的一个样子，但是呢，他的行为啊，并不构成人的条件，那没有构成人的条件，这一口气不来，就到三恶道去了。 就堕三恶道了，啊！现在呢，虽然看样子好像是人的样子，其实他的心、他的存心、他的行为呢，就不是人的行为，啊！所以死了之后呢，大部分啊，就堕三恶道。所以佛在经上也给我们讲啊，啊，得人生的机会如早上土，失掉人生的机会像大地土。 啊，佛有一天，这个，啊、呃，走到一个路上啊，啊，就从地上啊抓一把泥土，啊，然后再把它撒到地上，啊，那旁边的弟子就很奇怪，哎，佛怎么做这个动作呢？请问佛啊，那佛为什么把一把泥土抓起来，又把它丢到地上呢？ 那佛就问问这些弟子了，哎，他说：“你们看看啦、啊，我撒在地上那些泥土比较多，还是刚才我抓的这把泥土啊，在指甲缝啊，还有遗留下来一些泥土，哪个比较多？指甲缝这个比较多，还是在地上那个比较多？”啊，当然大家都知道啊，他说那个指甲缝那个很少啊，那不成比例啊，那当然是地上那个多啦、啊，多出太多了。那佛就。 跟这些弟子讲了，啊，他说：“我们人呐、啊，得人生的机会就像我指甲缝这么少，啊，也就是得人生的机会呢很少。那么人死了之后，失掉这个人生呢，那个机会就像地上那个土那么多，啊，意思就是告诉我们呢，我们在六道里面。” 轮回呢，轮回到人道来的机会呢很少，很短暂。啊，这个几十年啊，顶多一百年、一百二十年过去了，又、这个、到三个道去了。啊，所以五大德也讲啊，在六道里面生死轮回呢，人天是客居啊，三土是家乡啊，啊，三个道是我们的故乡啊。 住的时间很长，一进去就不晓得什么时候才出来，啊，到人天到来呢，是喘一口气，啊，又又又又又又回归到故乡去了，啊，这三个道了，啊，所以佛在经上啊，做这个比喻啊，啊，也比喻很多种，啊，这个像须弥穿针呐，也是比喻这个得人身的机会少，失人身的机会多。 啊，盲龟穿木啦！啊，一个眼睛瞎的乌龟呢，在大海里面呢，啊，刚好一个木头一个孔，它那个头上来就刚好穿到那里面去，那个几率也太渺茫了。啊，这个就是说明啊，我们失掉人生再得人生呢、啊，机会非常之少。那为什么会很少呢？啊，佛在经上也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啊，贪心堕恶鬼。 愚痴堕出生，嗔会堕地狱，那贪嗔痴哪一个没有？啊，只是有轻重不同而已，大家都有。啊，那傲慢就变阿修罗了，虽然修福有傲慢了、啊，就变阿修。啊，那么我们仔细想一想，啊，的确佛讲的没错。 啊，我们再回头呢，检点反省自己的起心动念，那是不是都是贪嗔痴呢？啊，跟这个贪嗔痴慢这个烦恼习气相应呢？啊，我们只要仔细一反省、一观察，就会发现了啊，发现真的就是这样。那么我们不想堕三恶道呢，那必定要把这个调整过来。 啊，把这个三恶道的业因啊，给它断除，啊，那就不会到三恶道去了。啊，这是佛在经上啊教我们大家的啊，我们大家都要认真来学习啊。那么上面呢举出天龙八部啊等句啊等就是，这里没有列出来了，都包括在里面了。聚就是完全具足了。 天得大龙王而为上首啊，那么这个是以大龙王啊作为一个代表啊，天龙八部啊以龙啊做一个代表，又以无量玉界诸天女聚同目天女而为上首。这一段是玉界天的天女啊，天女啊，我们这个一看呢、啊、也很容易明了。 在异界天呢，有男有女，那色界天就没有了，啊，色界天就没有饮食男女了，那异界天还有，但是呢，比我们人道啊要淡薄，啊，异界六层天呢，越高层次的天呢，它这个五欲啊就越淡，啊，那这个五欲没有了，它就升到色界天了，就不在异界了。 啊，这个财色名食睡五欲啊，在异界天呢、啊，越高它就越淡，啊，到色界就没有这些五欲了，啊，这五欲呢，它都伏住了，不起现行，啊，所以异界呢还有男有女，啊，色界就没有了。那么，这是以桐目天女呢做一个上手为代表。 又以无量虚空神、江海神、泉源神、禾草神、药草神、树林神、色载神、水神、火神、地神、风神、土神、山神、石神、宫殿等神皆来集会。那么这个一段呢，是讲神众啊，这个神众啊。 我们在《大荒广佛华严经》列的是最多的啊，另外我们在《地藏菩萨本愿经》也看到过啊，还有很多经典呢，也都有列出这个神众。那么本经呢，也有列出来啊。这个神众啊，又以无量虚空神啊，虚空。 啊，这个虚空当中有神，在古印度啊，这些婆罗门教啦，这些宗教呢，大家都知道呢，在这个宇宙当中啊，我们人以外的啊，有这个鬼神啊，像《天龙八部》啦，这些有修禅定功夫的人呢，他们都见到了啊，不是说。 只有佛门里面呢，才看到啊。一般呢、啊，修其他宗教的、修禅定的、有禅定功夫的，他突破这个空间维次，那么这些呢，他们都见到啊。所以六道轮回呢，不是佛教发现的，是古印度啊婆罗门教啊，他们那些修禅定的修行人呢，他们在甚深的禅定当中呢，他看到六道，他亲眼见到。 亲自接触到，啊，他是限量境界啊，不是听人家说的，或者自己猜想的，不是，啊，他是在定中啊见到的，啊，所以这些神众啊，在我们中国也有，啊，儒家讲的少，啊，道家讲的多，啊，你看《太上感应篇》呢、啊，开宗明义就给我们讲：“是以天地有失过之神啊。” 就就明明白白跟我们讲啊，这天地当中呢，有在管人呐、啊，这个罪过的神啊，一人所犯轻重啊，来夺他的计算啊。这个感应篇呢、啊，也列了很多神啊，那么这些神呢、啊。 现在有很多人认为没科学根据，啊，认为是迷信，啊，啊，那是不是你相信它就有，不相信它就没有呢？那事实并不是这样的，啊，如果说相信就有，不相信就没有，那它不是一个事实真相。那么佛在经上给我们讲，都是宇宙间啊事实的真相。 事实的情况，啊，有佛就讲，没有佛就不会讲，啊，佛绝对不会说这个没有，他也去给你讲一篇，啊，故事出来，啊，那那个不是真的，啊，佛绝对不会这样讲，啊，佛呢，就是根据事实来讲，啊，他讲的也不会夸张，不会多讲，啊，也不会少讲，啊，讲的都是恰如其分。 就事实来讲，所以这些神呐、啊，我们看到佛经佛这么讲啊，再看看其他宗教的啊，包括我们中国道教讲的，那我们就可以知道了啊。这个圣贤、佛菩萨呢讲的啊，一定是真的。那么还是有很多人他不相信呢、啊，因为他没看到。 他就认为啊，这个没有了。那现在呢，在世界各地啊，中国、外国都有，我们都亲自看到过。啊，那个鬼神附在人的身体，啊，那这个自古以来就有，这个很多。啊，所以前两年呢、啊。 啊，这个我在山东的时候呢，有一个国善法师啊，他专门就是帮人家处理这些附体的，还有助念，他那个寺院啊，就专门帮助人家做这些事情。那么有一次呢，啊，我听他讲，啊，有一次他来山东海岛金山寺啊，来找齐老菩萨，啊，那时候呢，刚好吃饭的时间呢、啊，我们碰到了。 那么在一起聊天啊，谈起来啊，那么他就给我们讲了啊，他说啊，曾经有人跟他讲说，那个那个附体都是假的啦，啊，那么他就给那个人讲了啊，他说假的，那你头来撞墙壁撞看看，看会不会痛？那你去撞看看啊，那些附体的人那那个墙壁什么的乱撞乱碰啊，那好像没什么事情。 他说：“你去装看看啊，看能不能装得出来啊？所以这些鬼神附在人的身体啊，这个事情我们看多了，真的假的我们都能够看得出来啊。那那些最近最近这个这个啊，甘肃那个地方啊，这个古罗马啊，凯撒大帝。” 啊，他的三王子还有他的军师，啊，护在呢一对母女的身体，啊，讲出那一段历史啊，这个这个这个凯撒大帝呢，派了十万大军呐、啊，请他这个三王子带带兵啊来征服东征啊中国，啊，那么沿路啊人一直死，没有后后面没有支援，啊，到中国来的剩下。 一万多人，啊，到最后呢不肯投降啊，被汉朝那个陈汤的部部队呢，都消灭了啊，全军覆没了啊。现在呢，他们那些军人呢、啊、死了之后呢，堕到轨道了，堕到轨道，啊，那么堕到轨道呢，现在还很活跃啊，附在人的身体来讲话。 要求啊，要帮他建个宫殿，让他们有个安，让他们有一些有一个安身之处，啊，给他建宫殿，啊，现在我们敬老和尚呢，请这个祈老菩萨呢到甘肃去啊，去帮他建那个凯撒大帝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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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庙啊，建当中啊建那个罗马式的，那那那周围在建中国式的啊，给他建一个。 他的祠堂啊，啊，来祭祀他们，啊，让他们这些鬼魂呐、啊、鬼神呐、啊，有一个依止的地方啊，不能在那边做孤魂野鬼啊，啊，在人间算了，已经两千多年了，啊，两千一百年了。那么根据经典上的记载呢，鬼道一天的时时间是人间的一个月三十天。 啊，算一算呢，他们在轨道的寿命是一百六十几岁。那么堕到轨道的寿命呢，最少是一千岁。啊，堕到地狱呢，最少是一万岁。那么轨道一千岁，一天是等于人天的三十天。啊，他们死了两千一百多年了、啊，这样把它算一算呢、啊？ 在轨道已经有一百六十几岁了，啊，一百六十几岁，啊，还在轨道啊。那么如果没有帮他超度啊，他一定要住到那个时间满才能出来，啊，所以这些鬼神啊，也很希望啊，得到佛法的利益啊，希望啊，有人帮他超度，啊，所以在当地啊，也有一些法师去跟他超度。 啊，所以这个在年初啊，我打电话给齐树平拜年啊，他就邀请说七月份啊，他那个庙盖盖好了，要我们去帮他做三十七念啊，去给那些凯撒大帝啊。听说凯撒大帝也偷跑到中国、啊，死在中国，啊，在欧洲历史啊，他说被被被人家刺死啊，是他的替身啊。那如果这一段。 有有有力的证据啊，如果找到了，那那个欧洲那一段历史要重写了啊。那么我们老上呢、啊，他也很肯定这桩事情、啊，那说明呢，这个虚空当中啊，这个宇宙当中啊，他鬼神的数量那比人多的不晓得多多少。 啊，所以过去老和尚讲经也常讲啊，你不要看说我们在这个讲堂啊，啊来听经的人好像没有几个人啊，但是呢，我们肉眼看不到的众生啊，哦，那不晓得有多少，啊，有鬼神众啊，他来听，啊，所以这个无量虚空神啊，这个虚空当中都有神啊，到处都有。 啊，在虚空当中有神，啊，那么在江海也有神，啊，这个江啊，次于海，啊，这个跟中国的长江，哦，那条江很长，啊，长江、黑龙江、松花江啊，那些都是江啊，那个有神，江有江神。 那么海呢是大海啊，这个大海里面呢、啊、有海神啊。那么这个海神呢，呃，跟这个江海神呢，跟龙王啊也有相关的啊，就是它有划分啊，像我们人间这个行政、行政划分区域一样啊，一个区一个区啊，比如这个东海龙王。 南海龙王啊，西海龙王，北海龙王啊，它划分这个区域的。啊，鬼神道呢，它也有行政区域啊，管江管海的这个神众啊，这都有人在管，有神在管的啊。不但有人人有人在管呐、啊，就有神在管。那么乾元神啊，就是泉水。 啊，你地地地上涌出来的泉水，比如说井水啦、啊，那都属于浅盐水，啊，它有泉水。那么我们在山上啊，像我们现在在山西呢，吃的那个叫山泉水哦，那个山泉水呢，我听那个居士给我讲啊，哦，那个是实在是太好了啊，那个水啊没有污染，从那个山泉呐、啊，它。 流出来的。那么以前呢、啊，这个山上呢、啊，到夏天都会缺水啊。现在呢，哦、呃，听说不缺了啊。现在听说不缺了啊，水都够用啊。这是得佛力加持啊，因为那边有佛法啦，有人念佛诵经啦，啊，修行啦。那么这个佛力呀、啊，会加持护法善神啊，也会。 保佑啊！所以那边的泉水啊，现在呢，哎呀，也不缺乏。这个有泉眼神啊，有神在管。下面讲河沼神，沼是沼泽，河是有小河有大河啊。那么大河呢，像中国的黄河啊，那个河就大了。 那我们在台湾这个地方啊，啊，像这个基隆有基隆河，淡水有淡水河啊，那个是河，那个也有神。沼就是沼泽啊，在山里面啊，或者在地里面啊，它一个沼泽湖泊啊，那些也都有神在管理。啊，那么下面是药草神啊，药草。它、啊、这个我们一看就很清楚。 药啊，也是我们人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啊。这个医药药草，那么这个药草啊，也有神在管理。那么我们众生如果修善业呢，那么这个得到药草神的加持啊，那个药草的质量啊就好。 效果就好。众生如果造恶业呢，同样那个药草啊，你吃下就没有效，没有那个效果，它那个质量啊就比较差。啊，比如说我们几种啊，比如说人参啊，那人参看起来长一条，人参那个样子都一样啊，啊，但是吃起来的味道，那个疗效都不如以前。 现在呢，大家呢，好像吃中药啊，吃的没有以前呢、啊、那个效果那么明显。那么这个原因呢，也很多啊，特别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啊，空气污染，人心不善，啊，这个自然环境啊，遭受到破坏。 啊，所以这个地里面呢、啊，长出来的这个植物啊，药草啊，它也就变质了，有的甚至它有毒了，啊，你没有去吃还好，吃了就中毒了，啊，那个药啊变成毒药了，所以现在啊，我们还是建议啊，少吃药，啊，少吃药，啊，这个有必要啊才吃。 啊，不然呢？这个这个吃药啊，我也从从小吃到大啊，吃到呢，这个身体都很差。啊，特别是西药啊，尽量不要吃。啊，不得已的时候呢，再吃。啊，没有说，呃，非吃不可的情况之下呢，建议大家呢，最好还是不要吃。 啊，那么我有是，我是一个药罐子啊。从小呢，中药西药呢，就吃到大的啊。以前一个感冒了，没有去打针、啊，那肯肯定不行的啦。啊，没有没有吊那个一瓶的，也要也要也要打个手背啊，不然就不安心。啊，打针吃药，中药西药啊，啊，像药罐子一样啊，吃到呢，身体越吃越差。 那么到出家之后呢，这个药才慢慢的减少了。啊，那以前呢都还常常吃西药啊，那么这个我现在都也不太吃西药了，很少啊，有时候呢，特别需要的时候才吃。那么现在基本上一般的感冒是西药是都没吃了。 啊，就连中药有时候也吃的很少，啊，有时候都是物理治疗啊，调一调，啊，连连中药也都没吃了，啊，那这个我西药不吃啊，也是在图书馆大概十几年前呐，啊，听我们观音佛学会啊，现现任秘书长啊，沈国生居士啊，啊，有一次我到。 那个陆军八一七医院啊，那个时候他在那里当副院长，啊，馆长啊，啊，叫我们有病就去给他看。有一次我去给他看病，啊，啊，跟他聊天，啊，他给我讲一句话，他说：“其实啊，那感冒啊，并不是药给你治好的，啊，是你自己那个身体里面啊，这个产生抗体，啊，那么把这个病毒啊。” 赶出身体之外啊，这样变好了啊。这个吃药呢，只是把你那个症状啊，暂时压一压啊。其实变好了是你自己本身的抗体。那我听到他这么讲啊，从那个时候开始的，我就不再去感冒，不再去吃西药了，也不打针了啊。有时候呢，如果不是细菌感染了、啊，如果不是细菌感染，风寒啊，这种感冒发烧的呢。 我实验过，一天不要吃饭，多喝开水，烧就退了。啊，如果细菌感染那就不行啊。这个我都经验过了啊。啊，所以管这个药草啊，药草神啊，我们知道呢，我们人间呢、啊，这个政府都有规定啊，这个卫生局规定啊，都会有人专门在管这个药的啊，管这个药草的啊，这个。 阴间呢也有这样的神在管理那么我们要吃到真正的药草要多做好事啊，修善事啊，得到药草神的加持啊。你买到的药呢，会买到好的药啊，会吃对药啊。最重要还是要吃对药，吃对药又吃到好的药，那你就要到。 并除了啊那么下面还有几尊神啊，我们今天时间到了啊，这些神众啊，我们也有必要啊，大概介绍一下啊，所以会多耽搁一点时间啊。那这个下面的神众呢啊，树林神、色彩神啊，呃，以下呢啊，这几位神众啊，我们下一次。 再继续来学习，那么明天呢？啊，我会到上海去一趟，啊，这个礼拜六回来，所以我们这个讲座呢，啊，还是下个礼拜一，啊，下个礼拜一呢，我们再继续，啊，谢谢大家收看。